保证好厉害。又开始了。欧德开，我是一，我正义，我是二，上来正义。我倒数了一。这么难选吗？这几个啊？这么难选吗？前面几个他们在啊？哇，警长，他肯定在纠结，我是当坏人是当好人？后面的朋友吧。哇。谁选爆炸弹了？炸弹根本放不出来，我没有放不出来。放放子，放不出来。哇，这个好玩，这个好玩。哦，三郎没了。太对了，呆呆鸟。呆呆鸟，好玩的全选掉了。我跟你讲，两个狼队友，你们别开刀就行，那个炸弹狼他就能爆。出就别开刀，对，狼队友别开刀，我懂了。哦，仙师，仙姐这个发言，我在帮着他。仙师个狼。仙姐是个狼，仙姐啊，疯狂的给自己，仙姐是炸弹狼，科普知识，仙姐是炸弹狼，我跟你讲，我太一十三号肉汁，正不正？肉汁。你仙姐，你。炸弹呢？嗯，别说。怎么了？鱼鱼鱼。我从这边，从哪边都行。哦，苏苏在干什么呀？他进不去。苏苏在哎。王爷是徒弟。等会儿，王爷，等会儿送你个礼物，你去给他们。你怎么了？送你个礼物，快进来！别给刀了，咋了？你给刀了？没有，我给他送个炸弹，让他给他们送过去。好样的！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嗯？耗子发言。且不分之不是那个炸弹狼，我跟你们讲啊，为什么？所以第一点，我太一和那个猪猪，对吧？太一是肉汁，我和猪猪天上太一。然后这个王爷和西恩啊，两个人从那个静脉坑上面下来，被我们三个人正好能看见上面的那个通道。然后他们两个人手牵着手下来了，过后恩姐往上走了，太一王爷往下走了。王爷绝对是那个不能哦能动刀的了，但是他不动刀，然后他。身上恩姐穿了个炸弹狼下来，穿了个炸弹下来，来我给你，我给，然后我一下来，哎，我身上有炸弹，眼界之拙劣，我靠，啊，头先过，不是，我，你也就是说你目睹了俩狼是这个意思不？我这边就能看见那个猴哥，哎，猴哥鱼是不是？我们在那个祭坛这边，都在祭坛这边过。鱼鱼发现他不是目睹了，他是脑补了，但是他的脑补我觉得非常到位。为什么要投这个仙姐？因为王爷把炸弹递在了我这个秀存倒的手上，就我接受不了这个事情，我要出仙姐过。你说的没错，当时那个场面很混乱。我当时啊，我身上是带刀的，但是我没有刀王爷，我心软。那么从现在开始，我将做一个狠心的男人，王爷，受死。凝聚力走一半，全票点心，后面不要停发言了。王爷，饭堂集合，挂，投他，中立弃票，一个，机票，哎，王爷，中路等你啊，不来的话是小狗，中路对狙，来，好，加油，猪猪公主被变音了，猪猪公主，猪猪你被变了，猪猪公主被变音了，猪猪，你说，跟谁在一起？你跟谁在一起过？王爷下，坏了！我看坏了，传出来了，传给了秀才哥。那怎么办？那给不知。谁被炸了？王爷，你闹的妈呀！送你个礼物，你要闷声的传给别人。哎，我身上有炸弹，你多虚。哎呦！受不了。
聊了，你们是当我没长眼睛是不是？朱大强、大喵两个人双人双刀在这个祭坛这边，我低头哎吃了口东西，一抬头两个人尝试自己都用脑壳把那个鸡腿挡住，我就说一句全票打飞朱大强。为什么？因为网红饿死了。朱大强和大喵两个人一个一上一下，一人刀了一个，先出朱大强，永生朱大强先让永生的出出去过。那王爷是啥呀？那西恩肯定炸弹狼啊，他们俩是一个狼和一个猎鹰，他成了共识，为什么的？先出朱大强过。没有猎鹰啊，这把只有三狼。哎，我其实不是，我是那个带刀好人，但是我当时应接反应了以后，我没有办法，你知道吧？我脑子里面只想到拿我这个小骨骨去挡腿，但是我不应该挡。兄弟们，我在玩一种很新的东西给你们看，我还害怕，有时候会失败，别急，好不好？但是我是那个带刀好人啊，别懂我。我没有看到大喵动刀啊，如果是大喵的话，投大喵出去吧，过。恩姐炸弹狼，王爷派退狼。大强挡尸体是死罪，你们投大强过。不听啊，这挡尸体这个直接就是欺师大板，谁挡尸体谁就是死。全票打飞朱大强，大喵一会儿再说过。挡尸体死罪啊，过。我还在沉浸的上一把新的王爷这两个。投出大墙，哎呀，太搞笑了！王爷，我身上有炸弹，我身上有炸弹，他谁也没见过，我身上有炸弹，投大墙。王爷真的鬼使，演技太拙劣了，很拙劣的演技。哎呀，我身上有炸弹！有没有可能？玩明白了，这游戏暂时给你玩明白了。不能吧？不能，不能。大喵也是坏，就在今天，没开饭了，咱们再不了一点，再不了一点。王爷，哎呦，王爷死了，我靠！王爷，你的演技，我跟你讲，你这种在电视剧里面活不过五分钟了。我已经进入了我的全部的感情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说，王爷，我都没有在现场，我刚刚去尿了个尿，回来报纸说了之后，谢谢我脑补谢谢我就觉得很搞笑。世界没有爱情的，我脑补就觉得很搞笑。钻机也谢谢，拖地腿。猪猪，你这是死胡同啊！你要上哪里找大喵？来，送大喵跟猪猪一起走，过。猪猪，一声猪叫，啊，就跑了，偷大喵过。太医，物理的风景好不好？过。嗯，过。听说太医把脑袋伸到雾里头去了，让人直接把天灵盖都掀起来了。大喵，赏他一丈红！哎呀，嗨，好家伙！猪猪找你半天，你知道吗？那猴哥，我们几个好几个追。我看见你们了，我没敢出了。太医在后面，太医在后面。哎，大喵，那人家让我嘎了。凝聚力，凝聚力，笑死，笑死。凝聚力，你不会还在笑王爷吧？来，兄弟们，我来描述一下当时那个场景，好吧？首先，朱大强跟我是队友，他在那个上面，他在果然。朱大强先刀了一个，王爷跑过来啪嗒啪嗒把鸡腿吃了，然后在三郎面前，然后呢我就走过去，我说王爷你他妈别跑，我送你个礼物你就传给他们，他带着那个礼物，兄弟们我身上有炸弹，我身上有炸弹，你不能悄悄的送吗？
四郎的战士一五银三百两，不会了，服了，鬼死了，太搞笑了。估计是激动坏了，可能是。哎呀，哎，我不行了。就很棒。